拍摄现场，我拍到一半，为什么椅子垮了？我有这么胖吗？完了，椅子坏掉了。没有了，应该是可以把它煮得回去吧。嗯，哇，吓死我了。接下来拍什么呢？尴尬，尴尬。你要拿给镜头看。没错，今天要吃蜡笔小新。看它的品名：快乐 DIY 小溪居酒屋造型软炭第二代。这个是和式马桶造型清凉饮料。这个真的是我特别帮你选的。哇，好像很可爱呢。不行，我这样表现太少女。可是真的蛮可爱的啊。哇，这个是做东西的模具餐盘。够注意吃，好吧，那个煮筷子，煮筷子，那煮筷子也弄好可爱哦。袋子很可爱呢。哎呀，它这个就是各种它的材料包。这个是啊，就像这个是，还有像一个小模型哎，它这个好蛮可爱的呢。对啊，还有眼睛哎，你就是把它可以贴贴在上面。对啊，先看一下盒内有什么，还有一根小吸管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就粉啊，两种口味让你选嘛，没有胶水哦，就这样子吗？害怕了吧？看真的是有点怕呢。你们家有量杯吗？哦，我原本要带量杯，我带原本要带那个烧杯，应该带。我实验室那个烧杯，我觉得你家应该会有。我觉得我家应该是没有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记得洗一下。Let's go 。这个是来测量20cc 的，应该这个有20cc。来，我们交给我们数学小天才。噔噔，好，我们开始了。这个是两种颜色的，镜头看一下，这粉，这好像小时候那种不敢吃药，然后就一样泼在水里面，然后其实更痛苦，对，因为那个味道更苦，会整个苦的，整个嘴巴都是，哎，就是那个调酒了没有？调酒，哇！哇塞！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多哎？甜甜的。嗯。但是这个颜色真的就有点像那个摄影片的颜色。没有啊，不好，摄影片是这个啦。可是它是摄影片吗？这个也蛮像的啊。嗯，奇怪。甜的味道好像。你看它的摄影片是很红哎。这两个都蛮像的啊，这个有点像是很红。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鲑鱼对。欸，它就是鲑鱼片嘛，就是鲑鱼片，鲑鱼片。超甜的。它这个的话就有点像那个，我突然忘了那叫什么鱼，旗鱼吗？比较淡的。旗鱼是白的呗。好，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加进去了之后呢，还要先拿去微波炉用500瓦加热30秒。500瓦超高的。对啊 ，Let's go， 启动。哦。它没有强动作啊？没有吗？啊！再按一次15秒。呼叫启动。等一下就知道会不会成功。哦，出，这不会烫。好了，这是哪一包啊？鲑鱼的。欸，它这个上面做的很真呢，还有那个纹路哎，来看一下怎么用。然后我想要做很漂亮的摆盘，够了。你觉得？我不玩嘞。
Yes。鱼板。哇、哦，太多了。Stand。太多了啦。哇，太多了。我点起来。丢我去。哎呦，好像有点厉害了吧？有抢救，抢救成功哦！真的是好，再来就是把它放到冰箱，把它冰差不多一个小时凝固之后就可以啦。OK， 等等，我等它冰好的时候呢，我再来做那个啤酒。啤酒泡泡，哦哦哦，还是放。冷藏吧，放冷藏是吧？还是我可以放？它是果冻，对不对？对对对 对, 对。对啊，它是哦，好了，好，现在放这个贴纸贴在这里。你觉得适合哪一种眼镜？你要咖啡色眼镜还是蓝色眼镜？蓝色。蓝色眼睛，蓝色的目睭。你觉得你这个这样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它上面写这样子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的意思吗？我没有理解错误吧？这样子而已耶，真的，一个瓶盖的水，对啊，一个马桶盖，更要先倒粉吧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等一下，来，请问你要先喝，倒在哪里啊？倒在这里面。好啦，我到了哦，好，开始喽。嗯，然后嘞，哎、欸，好像有了，有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你拿吸管下去搅搅看。它好像慢慢起来了。是吗？有。有。跑出来了。好噁喔，它满出来了，感觉有点恶心欸，它真的一直往后往外补欸，哇塞，这是等一下要喝的饮料哦，有点恶心欸，真的好噁喔，怎么讲？好了，我让大便冲满了马桶，我们在通马桶嘛？嗯，通马桶，它这样通，这就是通马桶，然后它就会从那个上面跑出来，看起来变多了耶，它不知道这样，看起来可以喝一下看看。好了，它里面还有粉哎，特调饮料，我决定要从这边喝。哦，有一种糖果的感觉。不知道什么糖果，嗯，蛮好喝的哎，来 ，nice。2000 years later。好累哦，应该有熬夜排便。现在时间凌晨3点。啊，凌晨3点，好，排得起。有吗？抽到太阳吗？我是不想破坏它的形状。对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好像不够哎。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啊，呼呼，来，这个是肥嘟嘟左卫门，肥嘟嘟左卫门软的，也是蛮可爱的 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这个是章鱼，钓鱼沙的钓鱼，哎，一只鱼在这里，蛮可爱的，但我觉得炸虾蛮成功的感觉。哦，好诡异哦！看，炸虾头被我戳进去，哦，断掉了。没有断掉，好不好？我是超成功的，你看，好吧？因为我真的觉得，哎，酷，
还有酱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，这个就是，这是酱油，其实是糖浆。真的吗？太甜了吧。嗯，哇呼！黑糖，你的啤酒。好，对哦，忘记了。好，啤酒开始喽。噔噔噔噔！哦，要搅拌吗？好像不用哎、欸，你看看看看，哦，好像壁炉哦，帅、欸！我怎么觉得他还满出杯子来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吗？哇、哦，开始像那个啤酒一样，下面有啤酒泡泡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先喝看这个，这就是。那个照片就是示意图，示意图，示意图，做出来是这样子，完美，成功。嗯。这个有点可爱，我可以收起来吗？可以。我决定用这个吃。我决定现在吃个炸虾。呜、哦。嗯。啊、哦，好吃哎！我决定来吃个生鱼片。你看。嗯，流出来了。嗯，好吃哎，来，换人吃，认真的吃。好，来，试吃时间，试吃时间。干嘛？对不对？其实是甜的。好甜哦！蛮好吃的吧？沾一下酱油。这个酱油更甜，其实酱油更甜，酱油超甜，焦糖，配一口你的那个你的大便饮料、啊，配我的大便饮料，然后从这从好从那边冲马桶，快冲啊，冲马桶冲一下，嗯，有点恶心，你那个喝饮料还是哦，好恶心的，噗嗤的一声，再冲一下马桶，真的。啊！真的是有点，是真的有点恶心，超白痴的。我们今天吃了这两样，这个叫什么？欸、什么？合适马桶造型清凉饮。哇！看为什么讲的这么好听？反正就是清凉饮，就是大便啊。大便造型的饮料。大便造型饮料，然后还有叮叮，好，自己配一片，配出来了。欸、小心居酒屋造型软糖、欸、不错哦，虽然我吃起来不知道是没有软糖的感觉，真的是超甜，我们太快了、嗯、很甜，甜甜很好吃，还有啤酒、嗯、啤酒喝起来就像是啤酒造型的包包顶、没错 OK 好，就这样吧，嗯，再见，拜拜拜拜。人体清马桶，嗯，下面都是粉啊。